勾完以后，我们又要换线了啊！我们还给它换线，这个颜色啊，你们重复着这两个颜色也可以，往下再换个颜色也可以啊。我换个这个黄颜色的，这个勾法哈，就是这一就这一个就这一个两一一来一勾一回去这一个勾法，我们是来回重复着勾啊。就这个勾到多少趟，我们也重复着勾。我们勾，我勾的是这个，就这个一二三。我们勾，再拍的话，我们还是一二三，还是这么勾啊。我们这还是还勾的引八，两个引八针儿。四个短针，还是五个中长针儿。我们还勾四个短针，两个、三个，这个四个短针，我这个三个啊，我们不要往这上挑，我们还给它搁这里呢，往这上挑，给它勾一个短针，四个短针勾完以后，我们勾一个引八针啊，这个小引八针吗？我们还给它引八。我们还勾两个短针，三个中长针儿，我们还勾两个短针，两个引八，还是两个引八针儿啊。我们这引八针特别不好挑，知道吧？我们这个大串洞里啊，我们这个大洞里，我们再给它引八一个，哎，给它锁上，我们再翻转过来，你这里是两个引八。两个短针，三个中长针，我们再勾两个短针。你们一定要对上啊！这引八针也对上了，我们来给它个这里的引八，我们还是引八针，还给它引八过来。我们往这个钩后四个短针，我们这还勾五个中长针，然后还四个短针。三个，四个，我们这勾完以后啊，我们还是两个引八针儿，
这两个一边这搁完以后，我们还是给这个线给它挑起来，给这白线给它挑起来。我们要换线了啊！我们给它换个绿色线。我们还给它反转，还给它翻转过来。我们这还是印巴针儿，我还是两个印巴啊。四个短针，我们还是五个中长针，就这么重复着啊，来回勾，就是你把那个线的颜色换一下。还是四个短针，短针勾完了，我们这还是两个印巴针。我们这个给它挑起来，这个色，我们还给它换线啊，那我就不再换了，我们就这么勾。是你这我这是五个颜色的哈，你们要是喜欢多的颜色少的，两个颜色也可以，三个颜色，我们就这么排，一个两个，完搁一个小短针儿，我们这一个两个再搁个短针儿，我们勾到自己喜欢多大就勾多少多大啊，我就勾到这里，哎，我就不再演示了啊，我让大家自己勾。